听小诺讲鬼故事。过来。哦，听，我以为在这里听吧。你怕？来呀。我来了呀。哎，朱朱可，我知道你的秘密。我没有秘密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是秘密，没有秘密的，我知道你没有秘密的事情。我有什么秘密？我没有秘密啊。你喜欢小龙？这是秘密吗？不是，不是朋友的喜欢。没有，我们是朋友的喜欢。是吗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朱朱哥，你对我说不一样啊！你说你真的喜欢小诺？就是朋友的喜欢。你是不是变态啊？是不是变态？我们喜不喜欢关你什么事？只有我们。我们在床上的时候又能怎么？关你什么事？说故事，说故事。下呗。宝贝。好的，宝贝。